你早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商店买东西，我去上课。今天你没有课吗？上午没有课，下午有2节课。今天你有什么课？上午有读学课和听力课，下午有绘画课。你在哪个班？我在100A班。你们班有多少学生？我们班有18个学生。有几位老师？三位。你们班的教室在哪儿？我在流水声有楼一层。